十二生肖本周运势。属鼠的人职场遇到难关，化悲愤为力量才能顺利度过。属牛的人睡眠品质不佳，导致精神不济。属虎的人留意办公室人际关系的处理，避免引发口舌之争。属兔的人多聆听情人意见，能够多了解对方。属龙的人控管亲友的借款额度，当心财务出问题。属蛇的人天气变冷，注意过敏性鼻炎复发。属马的人职场勾心斗角问题多，慎防小人暗中陷害。属羊的人保持心情愉快，将快乐带给另一半。属猴的人饮食不正常，留意消化系统不适。属鸡的人本周将有大笔支出，小心入不敷出。属狗的人与情人互动冷淡，多沟通尽快解决问题。属猪的人天气变化大，头皮屑也跟着多起来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